个终于瞧出彼此都有空的时间，这是百忙之中抽出空来，然后要来一个两天一夜的小度假、小约会了，觉得很开心。我们两个需要好好的休息跟小小的度假，就是我们非常急迫需要做的事情，因为这样才可以停下来好好的思考，你这什么脸？为什么你会露出那种很惊恐的脸？没有惊恐。所以，就是他也是百忙之中，因为他毕竟日理万机。我没有那么忙。你有啊？我还好，超忙的。因为他刚刚就是来接我之前，他其实还在开会这样。没有啊。真的很客气呢。我们要带泳衣吗？他没有说吼。没有哎。那怎么泡？直接裸汤哦。应该可以包毛巾下去吧？包毛巾然后全裸。他好像是分男汤女汤。哦，所以男汤就是跟陌生人的男汤一起。对，那大家都裸体这样。所以你会在女汤跟陌生人裸体一起泡？对，不会。哎，你是可以接受男男裸体一起泡吗？我可以接受，但是没有很喜欢哎。为什么？觉得画面通常不太舒服吧？会吗？你为什么？可是重点不是泡汤吗？可是你会不小心就是这样扫到，就是其他人的就下。那如果有人身材超好，下体。那种健身教练那种身材这样，可是不会发生这种，通常不会发生这种事啊。怎么会，通常都是比较看起来不会开心的，有点大叔的身材那种比较多吧。所以你没差是不是？一开始进去会有一点害羞，但是因为那些妈妈阿姨们，他们根本就没在管你，对，没在管啊，他们就是进去没有坐，晃来晃去，然后。所以你曾经泡过跟女生全裸的，然后当然没有怎么样，你不会觉得很奇怪，觉得还好？我觉得还好哎，嗯，因为他们就会秉持着一个你有我也有的，他们不会看你，他们会偷瞄一下，这么多，但你也不会那么遮遮掩掩的。一开始会，到后来因为很热，到底要怎么，到底要怎么遮掩？直接洗它下去啦。不是，我说如果你要遮遮眼，你要怎么遮眼？就是用个毛巾这样子铺一下。咦，这里吗？对。哦，这么妙。然后它就叫温泉装哎、欸哦，还是那个是念温运运运泉装，它写运。坐啊坐啊坐啊。哎，这边真的超大的耶，而且感觉好好宽敞哦。因为我们家其实东西有点多，对吧？都是我跟我妈的东西。你干嘛？没有啊。你在害羞吗？我没有害羞啊。骗人。还好。那你有眼睛？坐啊坐啊坐啊。哈哈哈哈哈。往右的话就是。哎，你看这超酷的。坐着。坐着。坐着。十八。坐着。他就是坐在那边，然后他就会有你说有喷雾，喷雾的水柱，对。好，假设我现在坐在这里，然后它就是水，而且这水，它这样子 SPA 的原理是什么？就是它就喷向我，然后就是一个按摩的感觉，对，就是让你有一个舒缓的动作。因为有客人他就坐在那边冲澡的概念，这么酷！我今天晚上要好好试试看。我现在立刻就想要去泡温泉，没有别的了，所以我们赶快换衣服。好，快速换衣服。哎，这怎么看不出来？你知道来到运泉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泡温泉啊。这么聪明，那你本身喜欢泡温泉吗？不喜欢哎。狗泡？你不泡，你来这边干嘛？没有人呢，好开心哦。觉得在这边享有就是一个人的泡温泉时光。通常泡温泉的第一个 moment 就是在里面，然后都会觉得我要烫死了。大概撑个一两分钟，先习惯的温度，就觉得我真的是置身在天堂仙境里面。而且它这边的是碳酸氢钠泉，然后是来自于大屯山脉的，它里面富含着铁质，然后对我们的身体很好。
泡上来的感觉，我摸摸看，就会觉得有点滑滑的。所以我现在泡一轮，我晚上吃饱饭，我还要再来泡一轮。你知道泡温泉玩刚出来做什么事情是最爽的吗？就是喝水。他出来了吗？还没？怎么会？他不是说他不喜欢泡温泉吗？哎，来了。我很出来。我在洗澡。在洗澡？不是在洗澡吗？我都泡冷泉。真的假的？是冷泉？他冷泉是真的是冷的吗？就是常温啊。就是一般的，我都泡冷的，真的假的？但是效果不是应该差不多？那有滑滑，你们有很滑、啊，而且很香、啊，超舒服的。而且为什么那有个木头味啊？因为它里面水里面都是哦，因为它这边是那个大屯山脉的，全是淡香气。你怎么知道？对女生很好。我说你怎么会知道？因为我是温泉达人啊。你又变温泉达人？其实不是，是刚刚那个柜台人说的。我听到。把它吃掉，不是因为上下不一样吗？好，我坐，可以，来，不是因为它整串，而眼神会超厌食。这边的话，我们说它这边的话是从酒体比较轻到重都有。那第一个的话是我们文山包种跟香艾酒做一个结合，它叫做方。那第二种的话是我们金萱乌龙跟我们的芒果果泥，那它带点有点夏天的感觉。那它的话也是我们一款茶酒，它是用金萱乌龙茶做搭配。嗯，对。那再来的话是我们的香，是用我们的铁观音跟我们的麝香葡萄白兰地做一个结合，那它喝起来的口感会比较多层次，那它会有点蛋糕的口感。那最后一款是我刚刚有介绍过的熟，那它的话是用我们蜜香红茶跟我们的波本威士忌做一个结合。那威士忌可以不要放太多，因为我会有一点害怕那个味道，会有一点点。OK， 可以啊，不见得要选那个、啊，哦，还是也可以，可以选你喜欢的、啊。OK，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嗯，还是你要全部来一杯？这样好吗？你上一次来这种 lounge bar 是什么时候？不是跟你去的吗？哎、欸，对哦，对对。是哪里？是那个马可波罗。不是马可波罗，上次我们哦，对不起，跟谁去马可波罗？我跟你去马可波罗啊，那是又更值钱了。我没跟你去吗？有啊，有照片啊。对啊，最近一次，最近一次有啊，哦、有去那个雀友，然后加 B 来，他眼神是有点飘忽，上个月，他眼神疑似有点飘忽，对不对？上个月啊，我觉得我们应该结束这个话题，觉得再继续聊下去会吵。它的话喝起来的口感它会比较酸甜，那喝起来的话如果说不常喝酒的人可能喝没几杯可能觉得好越来越好喝，可是喝多了还是会醉。好的，所以你是在提醒这个浓度大概多少？你觉得这样、这个、这样 mix 完大概 12%， 这样有12，完全喝不出来有12啊。其实它哇这个很不小心，它的那个趴数还是会有。嗯，那我觉得你们本身乌梅子应该非常厉害才有可能做成这样。没有，应该是他刚说。你刚不说自己做？对啊，那不是买的。对啊，对啊，自己你酿的。对，就我们自己。怎么可能？他出来就调酒，然后自己酿，自己也太辛苦了吧？从酿酒开始，然后就晚上还要十点下班，十点回去还要酿乌梅子这样。你身上有多少？偶尔还要去采乌梅。早餐来喽！看了心情大好的早餐，跟一个正在处理工作的人。